来关心校园防疫的消息，配合中央防疫政策，家己是各级学校幼稚园的教职员工甲学生，无论是毋是完成疫苗对加剂，拢采零加七自主防疫。因为同住家人或者是同住室友确诊者，免居家隔离，不过为着自身的健康，幼儿园会维持上好进程，量测体温，入校挂嘴安、接洗手等等防疫守则。嘉义市政府为着配合中央对11月7日开始放松 COVID-19 的防疫政策，对即日起所有校园同步对即礼拜开始，各级学校、幼稚园的教职员工、各有学生，不管是毋是有完成预防针对加剂，拢是采取着0+7的自主防疫。嘛，就是厝内底人或者是住同间的室友，如果有人确诊，接触者毋免搁再居家隔离。嘉义市政府提醒，在自主防疫期间，如果无症状，而且有2天之内快筛阴性的结果，会当到学校上班上课。但是如果出现症状，身体嘛无爽快的民众，且一定爱伫厝休困，唔通搁到学校上课上班。虽然校园防疫上班，但是考量到流感疫情，搁有校园健康，囡仔伫咧读册进前，又还爱配合量体温、专程挂嘴安和骨力洗手等等的校园防疫守则，包括着儿童课后照顾服务中心、社区大厦和短期的补习班，嘛拢爱比较办理。最新新闻，张丁顺、王秀山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嘉义市污水下水道第一期6-7标工程的开工典礼，我想这也象征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中央跟地方我们都努力，就是为所有的工程或者我们所有需要做的一个计划不断的携手合作，这才是人民之福。我想嘉义市我们污水下水道虽然起步比较晚，但是我们也在极尽努力的沟通之下，大家真的看到了它的优点以及它的必要性，所以配合度后面就比较高。那我们同仁也更看到了在这一方面不只是工程，更要有人文，所以在人文当中大家能够把好的环境给开辟出来，那这看不到的工程比起什么都重要。也借这个机会把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相关我们再做一个优化，再做一个提升，我想让我们居民的生活品质能够更好。防疫的工作随时是挑战，是严峻的。真感谢大家人关心，大家平安健康。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伙伴，大家的支持，大家的用心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我们早日恢复生活的日常，卫生习惯保持好，这可以让风险降到最低。愿大家一切安好，一起加油。